没有，没有，实在赢不了了。没有，你为什么只听爸爸话就不听我话嘞？我又不是你的仇人，我是你妈妈哎。我现在不想睡觉。大家都睡觉，为什么你不睡觉？你不睡觉就到客厅站着去。爸，我不想睡觉，我现在。我给你听个故事好吧？好。听故事我们就睡，真美。啊。妈妈，你怎么懂了没？你讲啊，你继续讲道理，跟他好好讲。想不通啊，搞不定了就找我。今天我也不做那个坏人，看你怎么办。别听妈妈的。不能够为了他减色吗？早睡早起能早点睡，长身体。小姐姐开始帮爸爸。哇哦，不错呀。嗯，要听爸话。姐姐最听话。是呀。听话，听话，来，来，跟姐妹一起睡觉，来。